倍数两个世界的呼吸，对彼此很好奇，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明明就心动的不行。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所有悲伤都能免疫。你脚不是受伤了吗？为什么还跟人工部来古韵娱乐？我脚已经好了，顾总。你放心，我绝对没有在外面接私活。虽然我可能以前会同时打好几份工，但是自从我来公司之后，我真的对公司忠心耿耿。我除了公司的工作，我没有干过别的工作。顾总，顾总，你别激动啊，你这是很危险的。醒了，你吓死我了！你别动，你受伤了，你好好休息。手腕中度扭伤，目前韧带部分撕裂，现在受伤的部位严重肿胀，我们需要节制运动，每天坚持冰敷，然后住院静养。顾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真的不想见到你。你的顾总已经因为你住院了，如果你但凡有一点自责，就不要再打扰他休息了。我就是想过来给他道个歉。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好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休息。顾总有洁癖的事情，公司上下都知道。他但凡是碰到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或者与人接触，都会很难受。你还这样过分的越界？他洁癖症这么严重，我真的不知道。顾总，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有。你现在道歉没有用，顾总生病，公司上下所有业务都会被影响。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的话，那你就赔偿他所有的医疗费、精神损失。李东贤，顾总他需要静养，王小姐，我先送你回去。你干嘛啊你？你也回去吧。
要不要喝水啊？我给你倒一点。那我先给你放这儿了。不好意思，王小姐，顾总他受伤了，他不喜欢这么吵，所以我先送你回家。你干嘛隔着一层西装抱我？你也有洁癖啊？没有了，我是怕你走光。想不到你看起来四肢发达，其实还挺细心的嘛。不要在电梯门还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进去，很危险。东西还给你，快点儿。世双叫你真的是个笨蛋，全公司都知道他有洁癖，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你说，你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做骨头汤啊，这东西管事吗？怎么不管事啊？伤筋动骨必须得补，吃啥补啥绝对靠谱。摩托车。对啊，怎么了吗？摩托车太危险了，好吧，我从来不坐的。我骑车技术很好的。那要是被记者拍到或者有粉丝看到怎么办？戴上头盔，认不出来的。头盔一戴，我发型都乱了，我还是自己打车吧。算了算了，人生还是需要很多体验的，我就勉为其难的让你送我回家吧。哎呀，申姐，你过来给我搭把手啊！来了，世双娇，你可算是良心发现了，看你弟我快高考了，终于知道给我补充营养了。对，去写作业。行，遵命。哎，啊啊！天啊！双娇，你这是巫婆汤吧？来，俊杰，啊，你先尝一尝。哦，怎么样？好喝吗？来尝尝这次的怎么样吧。
怎么样？你说句话呀。没尝出来，再来一碗，特别好喝。哼，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骨头汤了。不会吧？你不是在安慰我吧？用心做出来的，怎么可能不好吃啊？嗯？还真的挺好喝的。哎，不许再喝了，这个是给我们顾总熬的。你顾总付你多少钱？还光给他熬汤啊？他这次住院，全都是因为我，我肯定得负责任照顾他呀。好了，我得走了，拜拜。最重要的就是识人用人，莽撞冒失的员工今天犯小错，明天就能犯大错，留在公司只能给你拖后腿，给你惹出这种麻烦的员工不用也罢。这不关他的事，你要是连一个小小的员工都管理不好，还谈什么管理公司啊？你特地来这里到底想说什么？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是不愿眼睁睁看着你失败，将来一事无成。难道只有照着你的人生计划走才叫成功吗？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哼，你应该好好养病，回到正确的人生轨迹。我的孙子不能是个病人。说到底，就是你的面子比较重要。哎呀，我累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自从你得了那个怪病，咱们有多久没有好好说话了？老爷，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病，你就不要难为他，跟你一起说说话谱了。他那都是惯的，这么娇气，将来能干什么呀？我们顾家不养废人，有你妈一个就够了。请问还有什么事吗？顾总。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说……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但是我是过来送汤的，骨头汤，对你伤筋动骨很有好处。我以后会每天都过来给你送汤，直到你康复为止。需不需要我喂你？别过来。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些，我雇佣你不是让你帮我做饭熬汤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这个伤是我造成的嘛，所以我肯定要对你负责任。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员工，你也完全有理由可以辞退我，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要再说了，我都知道了。那你好好休息，这个汤你记得趁热喝啊，但是喝之前要吹一吹。很烫，我刚喝的时候，不，我试喝的时候，就烫到嘴了。我先走了。
怎么才来呀？不好意思啊，太堵了。我在医院说的那些话过分吗？有点。明明就是世双娇，她不懂得审时度势，她连顾总的忌讳都不知道。像她这种人，无论到了哪家公司都混不下去。但世双娇才刚进公司不久，她对公司的事其实不是那么了解。她在公司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我从来不会阻止我员工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所以你们也一样，因为我才是他的领导。的话，就把我当成树洞吧。我以后会每天都过来给你送汤，直到你康复为止。他的善良总是让人难以抗拒，想要接近。我该不会被他打动，对他免疫了吧？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给你。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的洁癖症有没有可能遇到特定的对象然后免疫呢？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可不常见。你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我有一次和他有一个特别亲密的接触，然后在那个当下就有很大的反应，就昏倒了。但之后的接触，我发现我好像免疫了，就一点恶心的感觉都没有。你指的亲密接触是？嘴巴碰到嘴巴，他不小心亲到我。那当下有很大的反应，但之后的接触发现没有任何的不适，所以我想跟你确认一下，我的洁癖有没有可能因为特定的对象产生了接触免疫？在不清楚具体影响之前，我建议你最好和他保持距离。为什么？我觉得会不会我跟他多接触，反而我的洁癖症就好了？每一次
发病都是与外部环境和自身状态紧密相关。接触免疫是治疗过程中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不是由一两次偶然例外决定的。所以在没有专业的心理人员陪同的情况下，我建议你最好不要与你说的那位有过于密切的接触，以防产生更加严重的应激反应。好的，谢谢，我知道了。我倒是很好奇，你说的这个男人眼光怎么这么差？可不是嘛，从来没有人这么无视我。其实有眼光的男人一直就坐在你身边啊。你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哎，王倩倩，我都追了你三年了，你是在考验我？朱丹姐啊，给你切了点水果，谢谢啊，谢谢。诗韵姐，你进我屋怎么老不敲门啊？知道。出去。去。嗯。这么快？哎，又不抹脸就上床睡觉？不用抹了，我天生丽质。我就知道，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那，你都谈恋爱了，我这个当闺蜜的不得下血本啊？谁谈恋爱了？你跟陆显啊？你别胡说。我感觉啊，你的桃花就在这个月。他哪一年的？我给你参谋参谋。我哪知道啊？我对他又没有任何兴趣。我你都不告诉我，面膜还我。送出去的东西还收回来，怎么这样？还是这么好的面膜。哎呀，我真的没有谈恋爱，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照顾好顾总，保住工作。尤其是传感器的设计方面，我可以担保，目前同类商品市面上还不能做到我们这款产品的精确度的，这也是此类商品的一大亮点。你们准备得很充分，但现在问题在我。东贤，帮我打电话给 BG 的总裁，说我这里出了点状况，看能不能延后几天。嗯。你怎么来了？东贤，就快去忙吧，记得多说些好话。嗯，好的。你们也辛苦了。嗯，走。哎，你们刚刚在说那个什么 BG 是什么案子啊？我跟你说 ，BG 这个提案可是个大项目，为了他，顾总费了不少心血，这大半年都在忙活这件事，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受伤住院啊？那如果推迟了会怎么样 ？BG 这个案子，不止我们一家公司在竞争，如果一不小心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啊？那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哎呀。不是还有咱们几个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们几个都是顾总的好员工，顾总现在有难，当然得出手相助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何况咱们还有四个人呢，是不是？来，我们一定加油，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双娇说的对，我们四个一定能行。对。加油！加油！幻想现实加速，选择怀揣心跳，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命运不修边幅，生活局促，我的梦该如何做到？迷茫灰暗总是想把谁困在死角，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成长就是这心的钥匙吧，回忆拥有了回答，心心相惜。
们进去吧。好。江总，他们进去了。你好，请问有预约吗？你好，我们是克林至上体验团队，我们和黄总有约。啊，请到休息区稍后。呀，早就听说 BG 的茶点特别讲究，果然名不虚传啊！尝尝吧，啊，你吃吧。取决于双娇，你不用那么紧张，有我在呢。哎呀，啊！我肚子疼。啊？我先去趟卫生间啊！你们等等我。胡勇。你好。是科林至上团队吧？哎，你好，你好，请过来吧。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个同事在厕所。这样这样，你们先去，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好，哎，请。哎，你干什么？我找人。你不认识字吗？在维修。请二位出示一下身份证。怎么还要出示身份证啊？不好意思，由于我们集团某些项目的保密级别比较高，所以一直安保联网。集团要求每一位进入办公区的访客都需要身份核实，所以还是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好吧。你干什么你？吴用，保安！吴用，保安，保安，谁别动了！你干什么呢？你干嘛在这儿？问题啊！赶紧赶紧叫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别走，你也把话说清楚。你看，你有过前科，坐过牢。这科林至上不是挺有名的公司吗？怎么会聘用有前科的员工啊？啊，这可喂，这种人怎么能放进办公区呢？对呀。啊，不好意思，我忘记跟你说了。其实我不是科林至上提案团队的，我只是他们的司机。哦，司机啊，不像。双娇，交给你了。啊！加油。双娇，你一定可以的，不要让顾总失望。是科林至上吗？哎，赶快开始吧，就等你了。啊，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科林至上人工部的清洁人员是双娇。今天我来代表科林至上对 BG 的年度清洁方案进行提案。我们科林至上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清洁公司，主要是在于我们用人力代替机器代替人力，然后我们的传感器的，对不起，打断一下，你们公司所提倡的自动化清洗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方式来保证它的清洗质量的？
传感器。我们的通过式清洁机有别于传统的简单机械设计，是一个拥有人工智慧的 AI 清洁机。在机身内，我们装有极度敏锐的灰尘传感器，每一个清扫过的地方都需要经过它的检测。这意味着，不会有一丝灰尘逃得过它的法眼。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一向准时的顾总，竟然迟到了半个小时。看来你们科林之上对这次竞标不怎么重视啊。真的很抱歉，最近我出了点意外。就算这样，也不应该找人临时凑数吗？是的，但这也进一步证明，人工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像是我的手受伤，我的员工频频忘词。但我相信，如果是机器的话，它绝对可以100%地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科林至上全面实行清洁智能化的原因。想法不错，有待观察。是这样。我们这一款最新的 AI 清洁机，它的智能组件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专利产品。和传统清洁相比，我相信可以大大提升清洁效率，节省各位的成本还有时间。顾总，你刚刚在里面发挥的实在是太棒了。还不是给你们收拾残局。哎，我 U 盘忘记拿了，我进去拿一下。我觉得呀，很有市场前景。林总、黄总，年少有为啊！谢谢。啊，江总，顾总，这么巧，又见面了。真是不巧啊，每次我提案你就在场，想必江总早有打算。我们两家公司的定位和目标客户本来就很像，我觉得这样挺好，棋逢对手才有趣嘛。我可没有把你当对手啊，因为我和你不一样。那是当然，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亲力亲为，还有家人在后台给你撑腰，不像我们这些穷苦的孩子，根本比不了。我们算是共过事了吧？科林至上是怎么创立的，你比所有员工都还清楚。在这里没有用到我家里一分钱一点资源，江总凭自己本事固然是好事，但也希望这个本事可以用在正道上。电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亮啊？这个电梯不会是坏了吧？四楼也不算高。哎，我来拿吧，你这个手都没好。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帮我把门打开吧。领导就是领导。这儿怎么这么黑啊？灯呢？别说，很危险。你身上没事吧？你疯了？你都成这个样子，还在关心我？我这是旧衣服，没关系。别动。Follow my heart, I love you.
怎么了，顾总？那个，粘在头发上了。在哪儿？上面，在前面一点。嗯，过来吧。谢谢顾总。我们要去哪儿？送他回家吧。哦，好的。顾总，谢谢你啊！等我把衣服洗干净了就还给你。好，双娇。衣服怎么湿了？我被人泼了脏水，不过没事。怎么没事了？着凉怎么办？啊？顾总，双娇只不过上个班，用不着受这样的罪吧？陆贤，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他是我的员工，他受了委屈，我自然会替他讨回公道，不劳你费心。顾总说的好容易啊。Bye.